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自己讲到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反正这种行程内容方面呢，哦，在走行程的过程当中都会一直来跟各位做重复，哦，反正我们领队习惯在一天行程结束的最后送各位回饭店休息前的这段时间会跟大家讲说隔天早上的行程以及集合时间，我整个白天在讲什么你们都没在听，这种毛病甚至说你连明天早上要干嘛你也不知道，这也没关系，好，但是集合时间到记得要出现，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公司这种操作模式啊最适合。